我手机没电了，没电了。你再换了呀？鞋带开。钻车底下去了。你哥直接腿的，腿坏了就来这个医院。上次扶着腿坏就来这个医院。哎，他真是长记性哈。你钻那个腿。我这样录个视频也挺好。我这一坐，我操！这他妈搞笑啊！啊！下来自己坐。刘亮，走啊！你在弄吗？你换那个腿啊！走。哎，你能不能给我手机，我录个视频？啊！扔在地上。你能不能录个视频？你把手机给我。我手机没有电。什么？这个手机没电？我这马上要关机了，还有五个电了。回来你就录吧。哎呀，福舅，你是真行啊你啊！再上医院检查检查。来吧，开始。来，福舅，上医院，走走走走。还给他累够呛。没走啊，还有这个，这好了好了。哎，没录上，删了啊。走啊，虎妞儿。你自己走，快点来，快点来。完了，关机了。来，走走。你要是拿地了，你要是拿完了，比如说弹完合作了，完了之后，完了那边没人坐，没人有技师拿的，没有人啥的。哎，你这老，你这刹车子也刹不住。不行，腿软走不了。虎妞说不行了，腿软走不了。虎妞，虎妞太棒，根本抱不动。等等啊！你先给他整到这个门口。走，再往上，再往前走。再进去，走。哎，你好！你好！我咋进咋干呢？哎呦我的妈呀！哪去了？累死我了！哎呀，跑的我胸脯子都疼。
福宁说行了，再重来一次。还真不愿意进啊，啊我命往后边跑。哎妈！给我累，我想累的我不敢迟到啊。这普牛大爷真不愿意往里跑，他真不愿意进，啊，害怕医院。快走，快走啊！给他装点水。快来，快来！走走走！普牛，快来！普牛来，快来，走走走！走啊！走，普牛，普牛，走走走走走，走快快！快跑，快跑！跑，普牛走！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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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怕打针，不行快走，这回算好的，别让不让他跑了啊。姐妹，有你俩手机你拍一下子啊，啊俩手机拍一下子啊，不行快走。我啥时候拍？现在就现在拍，我跟他说让他把他拖进去。拐弯这地方再拍啊，看他。不是来。大姐妹是湖北吗？那检查去，检查检查身体。啊。哎呦我的妈呀。你不看着点。来回来自己走，累了吧，累吧自己走，来走回来走。走你快走啊。走走走，我都累了。走走走，快走走走，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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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呀，你干啥嘛？屁股坐底呀！快走！不是，你进，快快，给我拖拖住他，拖住他，拧他，快上！把你拖，你这勒太紧了，快让自己走走，让自己走，让扶正！来来，快行了，赶紧来，别来了，快走！太高太累。不抬高我累呀、啊！再检查检查身体，你怕啥呀？好、啊，这是自己走吧，这是自己走吧，不是吧？走，走，再见，别，再见了吧啊！哎，别别，你赶紧给我检查检查身体呗。啊？他不孕不育？不，就是那个，就是他上次没怀上，看这回能不能怀上呗？有没有办法？他在医院。方便，那病有没有那个男科？啊，不，朱大夫不是看男科的吗？那个刚刚谁的号您说的？啊，谁的号您说的？就少挂朱大夫的号就行。嗯，朱大夫，给我看一下。嗯，不孕不育，小舅子哥。啊，他是普妞。还累，我还没看别的冒泡呢。哎呀妈呀，真不容易啊。哎呀，这是挂妇科，错了，老四来挂男科，这挂妇科行，这个就是的，我刚才挂男科，这妇科、啊、别挂错了啊。你呀，人家说话怎么叫不孕不育呢？啊，别检查一下子啊。哎呀，哎呦我的妈，都汗了都。人家生过宝宝，是生过，但是上次没怀上。上次吧是老四和那个谁抚妞他俩之间自由恋爱，知道吧？你看，你看，一眼一次，四样大。啊？有事没主人？啊？哎，下来了。好的，我鞋带都开了。这绳勒太紧了，给松一松，给松，他刚才进不来，知道吧？好了，这就好了，这就好了，这就好了。哎呀我的妈！哎呀我的妈！累死了。咱们给抚宁检查检查啊！一口在门口啊，我嗷嗷的。你怎么跟假鼻子似的？咋的？跟假鼻子似的。能生毛的，就是他现在太胖了，知道吧？家人们，他现在太胖了，能给抚宁检查检查啊？对，稍等会儿啊，行，行，好好好，嗯。他第一回，我跟你说，家们，我跟你说，肯定是有问题的。你给抚宁接点水去，媳妇儿，快。楼上呗，肯定都接过，是不是楼上能接水？没有盆啊。那你上去干啥去？操！
上次吧，家嘛，上次第一次抚妞发情的时候吧，我花了400块钱，啊，给抚妞找了个把狗的，知道吧？连什么乱七八糟人工啥，再加上工具啥的，总共花了500-600块钱，结果就怀了一只，啊，一只吧，生出来没两天就没了，那个，然后呢，家嘛，后期呢，我寻思那个把狗的，他可能技术不行呗，然后呢，我就找了一个，我就给他。让他俩自由恋爱呗，家们，他俩自由恋爱。上次是他们完全自己搭配的啊，但是一直没怀上。我怎么看见口红了呢？什么？口红了？什么玩意儿？口红了？谁露口红了？就他妈一个母狗，你哪有口红啊？啊，上次打针缝针害怕了，想想多疼。我估计他也是，家们，他害怕上医院来了。害怕来了，哎，我一看见那个啥，我一看见，嗯，小心点儿，来，福妞，那行，还得离眼给福妞喂点儿来，抚慰一下福妞，摸摸福妞，福妞来，给福妞喝点儿，给福妞喝点水，喝点水来，喂点水。我一看那个旗，我就想起来咱那时候在杭州刘抚妞那啥点儿写的妙手回春还我口命，记得不？嗯，啊，妙手回春还什么？还我狗命，对，是那么写的。这我跟你说，这要是抚妞这回能多怀点的话，我高低给朱大夫写个锦旗，妙手回春。什么？给我多子儿？不是，福，朱哥，就是牛。妇科大夫最一流。妇科医生最一流，感谢朱哥。给带崽儿。感谢朱哥给带崽儿，是带完一窝又一窝。他不喝，那在外面不想喝东西应该是。你看我媳妇喂他就喝，你看，妙水回春，多子多福啊。狗狗口臭吃什么能好点？狗狗口臭啊，老铁，狗的口臭的话，你就给你家狗子吃点结石棒。啊，老铁啊，我现在给你讲解这个链接，密讲解呢啊。我给你推荐一款小结石棒，你可以给你家狗蛋子拍一个。啊，这个你买这些结石棒啊，19.9包，一包里边有21根啊，有21根这个啊，结石的，清洁牙齿的，去协和医院，上协和医院挂妇科治疗不孕不育，不行，狗它没有狗科，你得挂狗科啊。协和医院是治干啥的狗宠物医院呢？协和医院是宠物医院吗？不是吧？协和好像是没听过这个医院呢，耳生呢？我怎么这么耳熟呢？啊，上协和医院给抚妞挂狗科，狗妇科。啊？什么？仁医的呀？仁医那不扯淡呢吗？那不纯扯犊子吗？那不是家们，那不纯扯吗？啊 ！Hello, nice to meet you。哎，你好。啊，挂了，去你大爷的！净给我提别的，现在给我来电话全是别的。抚妞几斤？反正抚妞94斤，家们，抚妞94斤啊！我媳妇92斤，抚妞94。啊。哎，媳妇儿，你说你长得还不如狗呢哈，不是你没有狗沉呢。哎，你说谁？你说谁家小姑娘长得不到100，比还94斤呢？啊啊，对，恢复了，抚妞88.8斤了啊，88.8了。你就欠收拾，真会说话。我跟我媳妇儿大的说话。
啊，家人们，跟我媳妇蛋子说话，没事儿，啊，我媳妇蛋子不能打我，啊，哎呀，咱上上面就诊区呗。一百六，哎妈呀，来，这个秤准秤，这个来过来来，你可比狗蛋的那个，这个秤准秤，来给斧牛上，斧牛上秤，秤上秤，让斧牛上秤来。哎呦，别跑了，大哥！斧牛来上，你牵住他，别跑了，一会儿撂杆子了。让斧牛上秤来，斧牛上，坐好了，坐，腿上去，来，不许动，多沉，多少斤？八十八，妈呀，44.，88斤，也是44，你多少斤，媳妇儿？你多少斤？我现在94。你现在94啊？我操，你94斤。看。斧牛最沉的时候95斤，我哪，我104斤，你104斤，多少斤？你94吗？47啊，我操，大哥他47，45，这不还是90吗？94，不也是94吗，媳妇儿？还是94，这不还是94吗？来，不行，我万事只能碰头。来，不行。不准啊？怎么可能不准呢？你160，你160，我看我多深。68，132，怎么32呢？68×2。啊，他没上去，刚才他没上去啊，啊？给斧牛看看妇科啊，家人们。得扫三八点。我用的咱爸整的，给袁啥？都在地上了，重新称一下子。你刚才是不是用脚了？你刚是不是用脚了？但怎么能那么沉呢？上，来，坐好了，好好坐好了。这不44吗？44。那怎么突然刚才40，才47了呢？88斤，斧牛88斤。我看你多少斤？136。136。这不是三万，这是虎妞，虎妞，虎妞，这脚坏那个，上次，脚筋，脚筋都折了那个。哦。姐，这我想给他看看妇那什么，给他看能不能怀孕。能不能怀孕？对，就是啊，妇他那个上次配过一回没怀上，是怎么事儿？咱不知道。这又发情了。啊。对，又发情了，是怎么事儿？看看，就是因为是他是体重的事儿，还是胖的事儿？怀不上是怎么事儿？反正他现在没怀上。他现在刚发情没两天，我寻思咱有发现问题，他趁早发现，趁早治疗，对不对？早发现早治疗，他来看看，再来看一下。哎，姐，你坐这儿。走，不行，走。这不是诊室，那边，这是办公室，这是那边办公室。这边。哎。让斧牛上桌子上吧。哎呦，他不用，应该不用上。他可能得打高声。啊，没事，要能上我给抱上。你倒挺主动，一说上桌子自己扒拉腿儿啊。可聪明了。你又是不是得给他做检查，抽血啥的？你待会儿问一下刘院长啊。验验尿。你问你等一会儿人大夫来的呗，你急啥呀你啊？真要不说你没看过妇科，你都不懂。我看看，我问问。啊，你也检查过妇科啊？我说不，你不应该上男科吗？验个尿啥的。你看我问问都不行。啥？这太腐牛。我问问都不行。你问问能不能测排卵情况啊？不对。
那验尿不就测排卵吗？测那什么毛血什么玩意儿，毛那玩意儿吗？那个是促绒毛。对，就促什么毛那玩意儿？那个、是怀孕了以后才能看的，那是怀上了以后看直的。那测孕酮呗，那只能说测孕酮呗，对不对？你要坐会儿啊！你要坐会儿啊！欢迎大家伙啊！家里面有想吃东北粘苞米的，拍单粘苞米，这粘苞米嘎嘎好吃，老铁们啊，这个粘苞米是，家人们啊，这个粘苞米啊，拍一发八棒，老好吃了。过去啊，行行，来，过去，老爷比腐妞还紧张。来，腐妞，别动，他们不听你的。哎呦我操！哎呦，你来吧！哎，妈的，服了。哎呀妈！门都给我挤开了。我要关门。这家伙又跑没影了，又跑没影了。这家伙的，这整回来可费劲了。我是不想跟他跑了，跑的腿都断了。哎呀妈，这家伙，他倒知道车在哪啊？真的，真是得八抬大轿。抬着吧，不行抬着吧，你要抬前腿，抬后腿。行吧，抬着吧，来抱着吧，抬着腿，它太重了。抱不了。来，那身上你拖，不行，那抬着吧。拖着屁股，拖着背，这还不行，抬这还不行啊？不行，那让自己走吧，不行，那咱走吧。来，你们前面走吧，来，不能爬，不能爬，放什么？快点，别爬，走。哎呀，赶紧提溜前腿走得了。后腿本身就有问题，不行拉倒，别检查了。哎呦，哎呀妈呀，服了，这一天。没见过你这么聪明的。90多斤呢，10多斤，我才101呀！来，腿这儿来，我抬超，不疼，抬超一点不疼，又不扎你，一点不疼也不扎你。这呀，你真赶上大姑娘上花轿了，你真是。哎呀，让他乐死了！哎呀妈，就是这么跑了两条街。哎呀，我挺跑啊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你说这咋的？他就不想看。快走！在这个，啊！哎呀，我的妈！哎呀，这家伙关门了。这不是要跑上去了？对，翻过来。有纸吗？哎呀妈，吓尿！吓尿了！好像又给他开刀了！吓尿了！这个太差了！
看防点。那我稍微，我先剃点毛吧，得剃毛。你剃呗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哎呀，虎妞啊，你干啥？哎呦我操，下面尿了，尿了。还有吗？这底下还有。哎呦天，后面还有纸。没事儿，你就说你怕啥呀？跑的时候挺快呀、一点不像90斤的狗。他上次那个脚坏了，你记得吧？知道吧？这脚筋都折了，这块在这做手术。嗯。啊、嗯！看你这也不耽误你跑。他都一年多了，他还记着呢。你们家那不好几个吗？啊。对呀。高的。啊。嗯。啊，这针子挺好。虎妞儿，走，这个怀孕，这个现在拍彩超是查什么？虎妞儿，查什么？现在看这儿，虎妞儿来，你不是学医院的老怀不上吗？啊，看看子宫情况呗，啊，然后看看卵巢情况呗。行，你们一查挺好的，那你怀孕这种事情确实我今天给他洗澡了，昨天给他洗澡，一看红了，发痒没洗，这不能，现在是不能洗啊，现在确实。没事啊，能洗吗？不洗是吧？行，回去我再给他修。还没回来检查能不能回来，看看子宫形态啥的。回家了啊！再叫杀狗肉了。你别总杀我，你以为是腐妞呢？他能听懂吗？腐妞可能听懂，他这不听懂吗？要不要了吗？咋回事？有没有子宫啊？有。有吗？有。我刚才你没吱声呢。我看着呢，我从下看着呢。不正常是不是？嗯，正在看。他今天第几天了？那个。啊。刚开始，今天是第三天了，昨天第二天，今天第三天。啊？是不是在地方不用？是这个小狗。咋能没吃？看看子宫形态啥的。它多囊吗？哦，我想看看。啥叫多囊啊？就是有卵巢囊肿啊啥的，看这个。我现在还没有看到。多囊是卵巢囊肿。那刚才一划过去那个大圈是什么？这个吗？啊，对，就是不是这个再往前一点，这个吗？再，对，就这个。这个是肾。啊、哦，肾。你看人家吧，别说了啊，小点声，不行，在这地方给你洗个澡，行，清醒清醒。什么？给你清醒清醒吗？我不敢呼吸了，都咋的呢？
我感觉是太胖了的事儿。你要太胖了也不愿意怀吗？没啥关系。真的挺胖的。怎么不说说呢？去，没检查完呢，说啥呀？他得看完了之后才能汇报。哎、你坐吧。哎呀，你坐吧。哎呀，可别逼到了。啊，别冒汗了。太胖了。他从我车这块跑，他到车上就停了，是不是？嗯。他能找到车里。记性挺好，这石头记性挺好，一到车那地方就停了。太聪明了，太胖不容易怀。你那确实聪明。完事了啊，完事了，看一下吧。有毛病吗？我没看到卵巢那个囊肿，然后的话子宫那个内膜啊，然后那个腔什么也没看到那个明显的囊泡啊。啊，就是他现在正常的主要。嗯，然后现在的话没有异形吧？啊，然后你说，但是他今天是刚刚那个什么？对对对，刚刚。第三天。有点对内膜增厚，就是正常的。啊。那你但至于怀孕这件事情的话，你就是。但你的时间都你自己抓的是吧？什么？我说你配载的时间。对，时间自己抓的。那我寻思过两天，要不咱检查个，就是检查那什么孕酮啊，是什么、啊？对呀、啊，那你自己看看，考虑。反正现在的话，卵泡没起来呢。那你说紧的，啥时候检查？啥时候检查？哪天来？这我是昨天发现，但前天可能就有了。地。它反正是一个时间段。对，行，就来最少得两次以上，是不是？得来个对。行吗？你说下次几号来就完事了，我下次再来。啊、就不用验个别的验尿啥的哈，就是录孕酮的那个。这啊，上次下次咱就是检查孕酮，就是给他化验是吧？就是。对，如果你想确定时间，那你自己抓时间也可以啊。啊你不也有经验？没验过这玩意儿，怎么验的？用没有抽血呗？抽血。然后那个阴道图片呗。啊，我今天早上给他接点尿呢。嗯嗯、然后我每天我会看报的话，但这个都是一个过程。起来吧，妮儿。那行。那行，那挺好。那下次啥时候来呀？啊？啊？下次啥时候来呀？你到了，我给拍一下啊。你拍照，你跳吗？哎，站起来了。我拍啊，拍照啊。这会儿才那个啥了。哎，完事了，小妞儿。啊，完事了啊，完事了，走吧。我这给媳妇吓坏了。啊，走吧，弟弟，啊，哎，这玩意儿翻不过来呢，啊，这就费点劲，来吧，宝宝，这呀，真赶上个孕妇了，没经验呢，这边夹的太好了，被封印了。有的人就是夫妻怎么也不怀，离婚了换个人就怀了，跟他没。那玩意儿，哎，真有这样，那是因为那个这个人的那个啥和那个人的不合。咱有时间的话，你让院长回头给你详细的列一个单。那咱这有没有那个就是给他俩就是那个啥的，就是让他俩怀孕的那个人，就是他打狗的。哦，有那个，我们没有。没有那个。对，我知道你说那个。对，有没有那个人工的那个？不行，咱采用人工也行吗？可我们那个，哎，我问一下院长，他也能认识的吧？院长肯定认识，院长会吗？他不做，我们那边不做这个。不做这个？对。繁育不整。不整。那行，那行。哎，那你这能做那个基因互相排斥那个吗？做不了。啊。就是男狗和女狗。行，那走吧，咱不拿个人家了，那走，咱找明白人。人家是专门看病的，咱应该找专门把狗的。对，有那种专门那种配的，有。啊，行，有。那他，你刚才是想走了一个，你刚不是，你刚才是想问姐这儿能不能试管吧？对，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就是人工不就是试管吗？代孕的。我能明白，那有那么有整的吗？啊。
看看找了找了个人，但那小子活不好，没怀上，上次没怀上。啊，好，谢谢啊，行行行，还没给钱呢。微信联系。不行，再给钱，给钱，不行不行，一把。没事，走走走。啊啊，谢谢老哥啊，给哥多啊，少点啊。谢谢啊，没有钱，行走。走。这边跑吧。哎。你要跑，往车那跑。等会啊，行。不生不行吗？家们，谁家狗大的不生啊？女儿都第一回怀孕了。现在三姐说，谁家哪个男的娶媳妇回家不是为了繁殖后代的？是这意思吗？他俩也可以选择丁克哈，关键是他俩选择丁克，谁给养老？说说诊断结果，诊断的结果就是啥事没有。从医院啊，要带护士检查一下身体啊。怎么也应该当一次妈妈呀。说多了都是为了钱，干嘛说那么高大上？你这不为了钱，你可拉倒吧，老铁！我就这，我再说了，我为不为钱跟你有啥关系吗？就是跟你有啥关系？对不对？我再一个，我跟你说，我要真要是为了卖狗的话，我要真是卖狗的话，我整个狗场多好吧？为什么让腐妞一两年生一次，一年生一次啊？对家，你说对不对？咱自己家人，老铁们，三兄弟整个狗场多好，对不对？我养个20条狗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说，我现在养20条狗，我连20000块钱我都花不上，家人们，一年下100多个崽子，卖狗崽多好啊！那比这，家人们是不是？我要开个狗场，养20多条狗，家人们让老四去配，我一个狗崽卖3000块钱，我一年能不能卖上30-40万？能不能，家人们？对不对？那扯没有用的。我整口场再多养点狗，我老四那玩意儿精力有限，老四无限精力，你放心吧，肯定够用，对不对，家吗？养个20多个，一个狗就说一年下2窝，对不对？把它当就是狗养，把它当工具养，一年下2窝，啊，下到不能下为止，对不对？狗场不都那么干的吗？狗一年下2窝，20狗一年下40窝。平均一窝生5个崽子，200只狗崽子，你算呗，对不对？爸爸，人家子女都吓尿了，你不给他安排个火块安排安排。来，给腐妞整点羊肉串子，来，给腐妞下够呛，给腐妞整点串子。安排安排，上他家吧，上他家，整个地儿，整个地儿呗。能烤串子吗？烤羊肉串，羊肉串能烤吗？能。烤几个？不烤，你吃不吃啊？你给辅助安排呀、啊？你吃不吃？你不吃啊？啊？想吃？100个。哎呀，不吃，你光给他整吧。你想不想吃？他想不想吃？你小舅子。那给辅助整10个串就行，那烤10个呗。对，啥都不要，就是干烤，不要盐，不要辣椒，因为要给狗吃。对，不放辣椒啊。那这是大串吧？大串的。大串10个。行。那个这哎，我们不进去了，给找个桌呗，往那找个桌子，是不是？这桌是不是能用那、这个？能用。啊，找俩凳就行。要不我们进去坐会儿也行，有个狗还不方便。啊。几点了？啊？4点。也。一会儿咱车上呗，烤完之后上车上吃呗，是不是？烤完之后再你在后面呗，你就撸着呗给他。
啊，不冷。我累坏了，给福妞，是不是渴了？他跟他喝水了吗？媳妇儿，喝了一大杯，喝了一大杯啊！冷热倒是不热啊，这个地方热倒是不热。风雨之后，家人们啊，咱家这个梨没有了啊，家人们又想买梨的啊。23.5块5斤梨啊，23.5块5斤梨，五斤枣酥梨，又酥又甜啊，家人们，这个梨又酥又甜，好吃啊，嗯，你们现在拍的话，得明天就能发货了啊，23.5块5斤，给腐牛蛋吃点串子，嗯啊，因为腐牛也是好几天没吃那啥了，好几天没吃好吃的了啊，俺家腐牛正常一天能吃。正常一天能吃八，就是正常那个碗啊，家正常那个碗，原先腐牛一顿能吃4碗，一天吃8碗。现在我给腐牛一天吃1碗，一天吃2碗，知道吧，家人们？腐牛现在基本就这种状态，它吃的比较少。这不怀孕了吗，家人们？给腐牛再一个，俺家腐牛今天也害怕了啊，然后给他，吃点好吃的，安顿他，啊。是不是摄像头里好看是吧？你觉得现实当中好看还是在手机里好看？你感觉一样的啊。腐牛长得稀罕，真好看。枣酥梨啊，家人们，23.5块5斤梨，老好吃了，这个梨老好吃了，家人们啊，还剩最后八单就没有了啊，明天就能发货。没有怀没怀上？没怀上，不是没有，还没配上呢，家人们啊。啥都不放啊，啥都不放。对，啥也不放，对，啥也不放。哎呀，欢迎我姐啊，欢迎我姐。哎呀，我姐来了，感谢我姐啊，感谢万万干爹，感谢毒妮姐姐，谢谢毒妮姐姐。腐牛怎么害怕了呢？腐牛刚才带腐牛上医院检查嘛。查一查他那个什么是有没有多什么玩意儿，那叫多囊啊，看看子宫形态啥的，知道吧。哎呀，可以说检不检查都其实都无所谓，知道吧。就是说他在腐牛也出来溜溜的，在腐牛出来溜溜的，没想到腐牛害怕啊，给他检查，咱大家伙心里有底，对不，家呗。哎，你看腐牛啊，多海三妈妈也能吃，她不吃。小舅你吃不吃？我媳妇不吃这玩意儿。小舅你吃不吃？你吃就要点儿串子。不想吃。晚上吃火锅，一会儿买点菜回家煮吧，行吗？咱一会儿买点青菜啥的，买点那个粉条子，买那个。那个什么，买点挂面回家自己涮呗，是不是？想吃羊肉串子，不行咱上那个菜市场买点那个什么，买点那个人切好那个，咱自己回去涮点呗，媳妇儿，行吗？嗯，晚上咱家没有什么太好的吃的那个蘸料，整点那个韭菜花蘸蘸呗，韭菜花香，行不行？韭菜花那个香味儿老好吃了，不行拍点蒜酱，是不是？蒜酱，这小舅想吃火锅，他不想吃羊肉串子。B 超检查如果啥结果，检查完了啥毛病没有，家人们啥毛病没有，他什么子宫壁有点厚，他说都属于正常现象，知道吗？腐牛直流口水了，带腐牛过来看看。哎呀，这串子烤真好，这小哥烤的好。哎呀，哎，这串子烤真行，真好。这火大哈，这玩意就是火大烤这玩意好吃，是不是？还这边得看着。哎，咱没有风扇呢，你们这儿。哎，我看你应该是属于，你不属于本地人。新疆人。你看，说的听口音就不像是本地人，新疆人是吧？好，先晾一会儿吧，晾一会儿，怕烫了它，烫了狗蛋子。哎呀，俺家我总带俺家狗过来，一整就买点你家这串吃，好吃，羊串子。你看家们纯新疆羊串，你看，
脑袋进了。上回考的是这个吗？上回你是带你来的吗？是吧？新疆人。真是新疆人、啊、人长得你看长得你看一长那样就新疆人，高鼻梁大眼睛，眼窝比较深邃那种，知道吧？你看咱俩这，你看你玩意这眼窝眼珠都凸出来了，长得跟癞蛤蟆似的。你看真的我都不爱说长得，你说人家长得，你看咱长得这玩意儿长得，嗯。23.5啊，家们啊，5斤枣酥梨啊，想吃梨的话你们可以拍单梨啊。没给钱，媳妇儿，给他给钱方方面，方方面，钱包有没有钱？我手机没电了。啊，你没钱，我有钱。你手机呢？石楠。嗯。符合中国人的特征，小伙很好看，满大街随腐妞，可笑。等会儿发段子啊，家们啊，等会儿发段子。嗯。枣酥里还有4单，家们啊，还有4单。啊，家们，你们都不想吃梨吗？啊，我就想说你们都不想吃梨吗？啊？哎，你说你吃个那啥，你都能滴裤子上，你们都服你了。这裤子不就是为了往上滴油用的吗？媳妇儿，咱买的那时候不说了吗？就是往上滴油用的吗？嗯，我那梨子发货了，狗肠收到了。我用不用给你送烟锁去？眼珠都凸出来了。超市就搁这儿，这就是超市。你为啥都要给缩溜一遍呢？现在有油。有呗。有盐，它稍微它这腌过的那个。啊，扶着坐起来，扶着来，扶着来。这腌过的。我剪辑一下子，把这主要视频全扎到一块儿发出去。那坐起来，来，坐起来，坐，1、2、3，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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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见吧，老爷请你吃串子啊，一点点录，哎呀真好，哎，福林今天可听话了啊，好不好，哎呀好不好，哎呀好不好，哎呀又唱唱吧，哎呦我的妈呀，使劲咬啊，使劲吃，哎，大哥，这不能吃。狗狗不能吃辣的，没有辣的。没有辣的啊，一点辣没有，没事，让虎牛造吧，我跟你说，让虎牛撸吧，让虎牛一次撸撸，我操，大哥你轻点撸，我都摘不住。这假。哎呦，看样子不是第一次吃了，很熟练的撸串。太熟练了。不总是，虎妞，我告诉你，虎妞是咱家狗最会撸串的一个，它最会撸串的，是吗？它就是了，老大都不会撸啊。现在肥了啊，还行。哎操！老师领几个？哎呦我操！来，这家这串的撸。这，嗯。不能吃太多了啊！哎呦我的妈呀，这家太厉害了，好吃！我姐夫撕了蒜味够了啊！我说你撕了蒜味吃饱了。吃东西不嚼能香吗？冒火星子了。他不需要嚼，肯定不需要嚼。好了，谢谢啊！哎，给咱们吗？凉了，凉了。哎呀，就差点啤酒了。多好，出来搓一顿，啊！哎呀，出来搓一顿多带劲！有人送礼物了，我看啊，感谢我叶子姐啊，还有我爱 Simon 老四媳妇，刚才这么多人送礼物，你没感谢一下吧？没看见，啊，我媳妇没看见，感谢我叶子姐姐，我爱 Simon 老四，然然啊，
感谢读你姐姐啊，感谢咱家万万干爹啊，谢谢家人们啊。那你让辅助上来，辅助上，一二三，辅助上，一二三，上，我操！你让自己上，你让自己来，辅助上，辅助来，冲一下，冲，就一，辅助一，一二三，上，辅助上，上，上去，快上，一蹦，蹦啊！你让我来吧，你看什么玩意儿？你这怎么不一点不专业？纯扯乱一点不对。你正啊，看好了啊，一二三，上！哎呀，一点不专业，整那玩意儿整的。要不说你是专业的吗？太想吃，那不能吃太多了，家人们，这个东西不能吃太，吃太多了容易拉肚子。啊，对你媳妇儿，你开车对，我开车的，你来吧。我先我开，我先你开车呢。我开不了。哎呀妈呀！快点了吧，该接着姑娘了吧？嗯。难受死了。家人们给送礼物的那个点点关注啊！媳妇儿，感谢大家送的礼物啊，刚才我没看见啊。感谢那个万万干爹叶姐，然后给还有我爱 seven 老四然然，啊。然后咱们给送礼物的点点关注啊，谢谢。福妞儿，福妞儿，今天跑累了。福妞儿，累坏了，家人累坏了。福妞儿，给我都累坏了。福妞儿多少斤？福妞儿90，福妞儿88斤。恭喜，怀孕了没有？没有。带福妞儿先检查一下身体啊，家人们。先给他做个孕前检查。